另一场热身赛，身穿黄色球衣的瑞典主场迎战塞尔维亚。第23分钟，霍伊沃宁为瑞典队首开纪录。仅仅3分钟过后，塞尔维亚同样利用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。苏博蒂奇小禁区前沿头槌建功。下半场，瑞典队赢得了一次点球机会，伊布拉希莫维奇主罚命中。这粒进球也使得伊布跻身国家队射手榜的前5位，瑞典队最终2-1胜出。